腾讯体育8月22日讯，西班牙阿斯报撰文指出，马德里竞技射手格列兹曼在2018年的俱乐部赛事31场比赛里已经制造了31个进球，他完全有实力接替 C 罗，成为与梅西竞争的马德里球队前锋。在昨天凌晨举行的18-19赛季西甲第一轮联赛中，马德里竞技客场1-1战平了瓦伦西亚。格列兹曼虽然没有进球，但他助攻科雷亚破门。阿斯堡称赞格列兹曼经历了梦幻般的2018年，不仅在国家队层面拿到了世界杯冠军，而且在俱乐部里踢出了媲美梅西的表现。在2018年举行的俱乐部比赛里，格列兹曼已经制造了31个进球，其中30球发生在17-18赛季。2018年里，格列兹曼在西甲联赛打进14球，助攻6次，欧联杯格列兹曼打进6球，助攻4次，合计20个进球，10次助攻，制造30球，加上昨天结束的18-19赛季西甲首轮的一次助攻。格列兹曼在2018年共制造31个进球，同时上个赛季格列兹曼是欧联杯冠军得主。不过梅西在2018年的数据阿斯堡没有列出，梅西是上赛季西甲射手榜和助攻榜的双料第一，个人数据是绝对压过格列兹曼，只是在综合个人数据和荣誉后，梅西在洲际荣誉上出现了黑洞。为大勇 CN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